喺2022年，小林频道有几个发展嘅目标，分别系力求上进、做好每一片同埋与众同乐。喺力求上进方面，我哋会继续收集各方面嘅意见，务求可以尽量去优化频道。喺做好每一片方面，我哋会继续寻找适合我哋频道嘅拍片方式，务求令到观众系睇得舒适、睇得开心。最后喺与众同乐方面，我哋来年会搞更多同观众及创作者互动嘅节目，希望可以与众同乐。另外喺2022年，本频道行车片亦都有调整到行车片嘅字体大小、格式、排版。亦都开始测试将节目全部提升至 4K 质素，影片标题及说明亦都有简化，希望来年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本频道，多谢各位。